自控自控南投灯会十八号暗时，伫南投县会展中心盛大开幕。观众面前，三名贵宾点灯，并观赏头一场水舞精彩演出。馆长建议讲，今年的铜梁火龙会有五场演出，邀请大家做伙来南投灯会欣赏会展以外，更有袂少精彩系列活动会当参加。2020南投灯会旋转乾坤，哇哦！幻彩水舞，雕塑展览，光之花海，五大主题。馆长林明景带领所有贵宾，做伙替主灯来点灯。向前一空一空南投灯会正式展开。南投灯会今年除了有多元灯区，也够夜间买当欣赏的花海。往年的水舞，佮加上无人机表演，春节期间更有五场的重庆铜梁火龙灯特殊观赏，伊个将当创造一波佮一波的上灯一条。我们今年对光环境来设置哦，像过去传统的这个传统的灯会啊，我们就尽量的去减少，我们都用现在新的科技来创造。地毯式的一个光的环境大家来看了以后，你一定会觉得跟过去也一定很大的不一样我们这样更创新的特色那么今年因为我们大陆的灯区就很少了那么我们今年就这样邀请我们这个宗教的佛光山还有义经大学他们来设置了这个灯会都非常漂亮另外我们今年在2月3号还有2月7号、8号总共有五场的铜梁火龙会继续的演出那么，管进会主管虽然讲有限，但这五年来，有关的当中灯会办甲真成功，主要是管会开源节流，一大部分的原因也够靠着南港工业区未少在地企业的赞助甲帮忙。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呢。台塑科集团的中投有线电视能够一起来参加这个南投县的灯会点灯仪式那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 5G 的时代那所有速度都要加快那我们台塑科呢在现场提供的所有的这个免费的无线的 WiFi 让大家能够一边欣赏我们美丽的这个灯的这个表演那也可以把很漂亮的景象呢，立即用我们的 WiFi 呢传给所有的朋友来欣赏。来到今年灯会，游客之时会当看花海、景致彩绘、雕塑主题展，暗时也阁会当欣赏灯区、水舞、浪漫情人桥、甲夜光花海、铜梁火龙等等。活动一直到1月9号，欢迎大家做伙来佚佗。记者林时堂报道。